今日惊蛰，我们姐妹两条蛇掀翻这金山寺。去。这是什么所在？姐姐。自落入死城，每时每刻都在生死一线之间。上车。这里是修罗城。你们堕入这座城，因为你们心中有太强的执念。快走！不管这修罗城什么样，我都要逃出去。我要去救我姐姐。他和你有关系，你该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如果我够强，我自己就可以一掌毙了法海。小白，这心中执念我不会放下。小千，活下去。客人了。